请收看维新世界义工立人天。非常高兴啊，我们刚刚呢也遇到了，就是这几位信众们呢、啊、也到了我们这一次戊戌年阿弥陀佛祈安消灾法会的这一些师兄师姐们了、哦、那我们呢先来跟他谈一下好了。师兄你好，阿弥陀佛。哎，阿弥陀佛。哎，跟大家，哎，您贵姓啊？啊，姓张，工厂张。啊，张师兄哦，我今天看你拿这么多，你供了供养了什么莲位？这个是应该是我们是那个妖供养是什么呢？妖就是来做妖王哦，妖王儿跟阴灵哦，跟阴灵还有公司地基主哦，是有必要的。好，来你这看出好，来等一下，来等一下，我帮你等一下。好，来啊，好，那请问一下，就是夫妻吗？不是，是我哥哥。哦，你哥哥啊，难怪长那么像。对，因为为什么现在不能说呢？夫妻脸就是夫妻，兄弟姐妹也脸也很像啊、哦。那你带哥哥来，还是哥哥带你来？大姐。哦，大姐啊。对。你好，你好。对对。一家人都长得很标致啊。谢谢、哦。你们家几个兄弟姐妹？四个。四个。今天全到齐了。哦，全到齐，那就应该全部都入境的、啊，好不好？哎，很难得呢。来，我们先慢一点写，大家都站起来好了。好、哦，好不？哎，难得呢，我们家的姐妹哈、哦，一到的时候，我们也都是来，咱站起来哈、哦，哎，入境呢，这个片子哈、哦，你会看到的，很温馨的，来，我站中间好了，来，好，我站中间哈、哦，来，啊，哥哥站过来，来，好，来，现在你们介绍，他是我大
哥哥，大哥，嗯，我排行老二。老二啊，嗯，他是我老大，你大姐，嗯，对，那你我是阿仔，是他是二妹，这个，是弟弟啊，不是不是，是我先生，我是二妹，我三妹，嗯。什么？你们家是怎么每人都跑到你们家去了？哦，没有。哦，是是是是是，所以你们就是家里有一男三女。三女哦，太好了，比我们家少一半哈。我们家很平均的，我妈妈四男四女哈，是，所以我们姐妹都很好。那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呢，就像这样子，有福气的事情大家一起来哦。你应该还在上班工作吧？哎，在工作。做小生意，小生意哦，现在能做生意就不错了。什么小生意啊？大赚钱的，告诉你。没有没有没有。看一下怎么样的生意？没有，做小生意。小生意很好的啦，小生意赚大钱哈，那得看谦虚哈。那您就是一般的家庭主妇了？一半一半呐。一半一半。有自由业上班吗？还是要帮忙？要帮忙，对对。要帮忙做什么工作的？做食品。食品哦。对。食品是很赚钱的，吃完会继续再吃。那你呢？也是小生意，也是小生意。怎么你们都说小生意赚大钱？对对对，也是做吃的吗？没有没有，我做那个我们厨房的厨房设备，就是厨具，还有一些橱柜的东西。这个叫做大生意，不是小生意。小生意，小生意。客气来客气。那您呢？哦，没有，我在妹妹那里帮忙。哦，帮忙。是是是。食品业。食品，哎，食品业，家都跟吃的有关系啊，哈，全部包了。今天是来供养一些什么样的莲位大姐？就是我娘家一些，就是祖先方面啊，是，嘿嘿嘿，啊，就是也是感恩我们老祖慈悲，就牵引我们，就是来把这些祖先的问题能处理一切圆满。是，哎，你在上课吗？之前是儿女有上，是，哎，对对对，哦，是是，我们是这样。有时间许可可以来上课，嗯，最好。万一真的是没有时间的时候，心中有老祖，然后在家里又多诵经，有吗？有有有有，大家都很虔诚，感恩感恩。哦，太棒了哈！哦，是是是，非常好。那您也是要诵经？有有有有有有吗？有有有有。太好了哈，因为结下的好缘哦，让我刚刚觉得说，刚刚见到你们这一眼的时候呢，觉得说非常的棒哦，大家可以在一起。那一个哥哥，姐姐。妹妹，这一家人全部在一起哦，也不打扰你们的时间，祝福你们哦，真的，一家人在一起，来，我们跟着大家说阿弥陀佛好吗？阿弥陀佛。各位善信大德、贤士同修，大家好。这一次呢，就是我们戊戌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法会祈安消灾大法会哈，我们可以看在我们的文书的服务台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恭祝阿弥陀佛圣诞祈安消灾法会呢，混元禅师开示，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每天恭送恭赞王禅老祖教主天威，定能与王禅老祖印心，并可保居家平安。真的，这个是要跟大家结缘的，非常的难得。而且呢，你每天只要恭送一遍呢，一定可以跟我们的王禅老祖、教主天威，就是老祖师尊来印心。而且在每一天呢，也就是我们下午的时间，因为早上是诵经嘛，下午的时候呢，由师父讲经说法，也是在恭赞我们王禅老祖、教主天威哦。师父常常说，王禅老祖教主天威岂能用这么几年的这个法会呢，可以把它说得完呢？因为呢，大无其外，细无其内，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在王禅老祖教主的包容，在这种爱戴之下，那真的是让他受到了我们每个人的加持，我们让家家户户都平安。所以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来参加这一次的祈安法会的，请大家赶快，顺便呢，我们有结缘的王禅老祖教主天威的祭文拿回家，家里供念，家家户户一定都平安的，世界一定和平。在这里雅琪来祝福大家，阿弥陀佛，大家平安。
现在呢，我们又看到了这么这样一家的人哦，感到非常的温馨，然后看到我们的师兄了。师兄你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嗯，阿弥陀佛。是什么人？内人。内人。对对对对。你贵姓？你大名？敢讲。姓郭。哦，郭师兄啊。哎，对。哦，你好。哎。这是郭太太。哎，对。哦，你好，郭太太。你好。郭师兄，你是从什么地方的？我家人道场。哦，家人哦，哎呀，家人爱讲几句话啦。我不要讲。在咱中门外久啊？头七年。七年啊，啊，这么第几届？二十届。哦，二十届哦，有七年了，有七年了哈。今天去娶这是媳妇。哦，媳妇你好。你好，你好。啊，这个嘞，小朋友，您孙子，小孙子叫什么名字？看着镜头说你的名字，那边在那边。陈永恩。大声一点。陈永恩。好，等一下送给你一个娃娃好吗？哦，好，很棒哈。啊，他是。这大孙子，大孙子你好，你好你好，大家好，阿弥陀佛，是是是，好，你是你什么人？谁？阿妈，阿妈，阿姨嘞？这个，阿公，阿姨嘞？哦，都答对了，等一下送你，好好，很棒哦。今天是来供养什么样的莲位？祖先的。燕君这族、赛族，还有英灵的，哦，是是是，还有他哥，他妈妈的，我妈妈跟我祖先还有英灵的，嗯，来要超度，要超度，是安怎讲？来来，你讲者讲者，什么人讲较清楚？来来来，好，好，来，伊是安怎跟你要超度？来，他就是前就上个月了，是，就一直来找我，是。然后英灵吗？没有，妈妈。我妈妈一直在找你，对不起，来。妈妈就是眼睛一闭上，她就跑来找我。然后一来就是一直骂，一直骂，骂到我就一直哭。啊，是。然后一直到哭。她在骂什么呢？就反正就是骂得很难听呐，很多一连串的。然后她也不讲她要什么。是。然后我就不清楚她为什么要这样子对我。嗯哼。然后就想说问我爸。因为我连续三天，对，连续三天，然后我问我爸，我爸就帮我在家里用了一下，然后就后来就好。用了一下是什么意思？他就弄师兄来。我有占卦，占卦看起来是要花钱，啊，有不晓得没有那么清楚，哦，都我用那平安符把它洗一洗，哎，就好了。一个礼拜以后又来找他，现在都不讲话，都。面对面他很难看哦，我说也严重了。后来我就你会害怕吗？会吓到了，赶快去找那个圆化法师。吓到了，吓到了，去赶快去找那个圆化法师。圆化，哎，对对对，后来一看起来，找他妈妈带那个无缘的弟弟来要超度。哦，是哦，啊，所以你今麦你今天一来安尼了，妈妈好哩，足紧张的。对，设灵位，就是这个无缘的弟弟也设灵位，对对，啊，妈妈也帮他设一个灵位，对对对，还有祖先他娘家，妈妈本来是跟祖先在一起，他好像不同意，哦是，对，哎呀，因为他在生之前就跟我爷爷关系不好，是是是，他弄在一起他就不同意，赶快往生了哈，跟那小打得掉啊，哎呀，是是是。对，所以这个法界真的很奇妙，灵界也是很奇妙。所以你今天来公社这些莲位，他应该很高兴吧？嗯，对，因为上次在师父那边用一用哈，他就没来找过我了。是。对啊，因为我给他用了好几年了啦，他可能在这边跟祖先弄在一起，可能不高兴吧。是。对啊，啊，师父就是说叫我们把它分开。哦。哎。我们师父啊，真的很棒啊！对对对，所以我不打扰你们的时间，慢慢的写，虔诚最要紧，哈。师兄，我今麦证明看到你的，怎样讲？我把看过你啊，去台中道场会看过哈。我以前是在孝心道场。啊，孝心啊。哦，是是。那读到西职，西职收又收起来。这个他汉林固。然后到基隆去。跟大家说一下，阿弥陀佛，来，阿弥陀佛。谢谢阿弥陀佛，祝福你们哈，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师姐好，你好，来跟大家问候一下阿弥陀佛，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吗？师姐，你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他的问题是什么吗？哦，没有啦，但是他个人的祖先啊，个人祖先牌位要怎么写？我们这边有范本，你看得正这边这样一写。所以你今天来这里也是要服务这些，万一有一点不太清楚，像我有时候也搞不清楚的时候，就需要你们服务了。对对对对，好，非常好哈，谢谢你们。阿弟，哎，较早捌设过莲位吗？对啊，有，每年都有。忽然间想袂起来就对了。不是，人来跟他这个不一样。
因为这个是阿弥陀佛祈愿法会。是是，我是说阿嬷。哦，阿嬷。我护家的阿嬷。是。啊，因为祖先是写另外祖先的嘛，是是啊，这个阿嬷的什么，这里怎么写不晓得怎么写。啊，师姐跟你讲，你听有无？啊，我知了，我嘛，你我可能爱换迄张写啦。是。啊，你是哪一个道场？戏子。戏子哦，哎呦，这么远来呢，戏子道场。你叫什么大名？跟大家讲一下。我陈英月啦，但是我们戏子已经结束了。是，那现在呢？怎么办？那就暂时先休息。然后再有空的时候。但是我法会我都有回来参加。是，非常好，非常好哈，这个就是这样。找到等你有空，找到有缘的你的道场再去上课。现在第几届？我是19届的啦。19届，哎呀，老资格了啦哈。那继续再上好不好？哈，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谢谢你，师姐你好。你好，来。祖先两位是爱写祖先那边的祖籍，还是写阮即卖大的祖籍？应该是写即卖大的祖籍嘛。好，谢谢。这我会当甲你服务完的尔，因为我唔是专业的哈。啊，你倒位道场的？有上课吗？一阵子而已。一阵子是才刚刚开始上吗？对。在哪里上？文心路。台中文心路那。台中文心路。就是台中道场嘛。台中道场这大间，你搁唔知影？我咱台中道场。阮弟弟伊就是执会长啊，伊伫南投遮民间乡遮。你有家己本身有上课无？我较无，阮女儿甲阮先生有去上课。好，非常好。你稍等下，你若唔知道要安怎写，咱的服务人员拢会甲你讲嘿，好。大家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非常好。来，大家讲阿弥陀佛。好，阿弥陀佛。好的，谢谢，谢谢啊，谢谢，慢慢写哈，好，拜拜。好，我们真的非常的高兴哦，就刚刚诵经圆满，那我们巧遇了圆寂法师，刚刚也我们看到了很多啊圆寂法师的这学生也来参加法工啊，是，真的太殊胜了。圆寂法师你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大家好，大家好。是是。关于这一次我们的戊戌年阿弥陀佛圣诞祈愿消灾法会，请我们的圆寂法师来跟大家开示一下好吗？好，我们每年都有一个法会。叫做维新圣教恭祝阿弥陀佛圣诞祈安消灾法会，是都有一个这样的法会，而且这每次都一个月，这一次是31天，这个法会为什么要做这么久？因为这个法会紧接着就是要联合祭祖大典，是联合祭祖大典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联合祭祖大典是一个大孝，中华民族，就是因为祖先个人都拜个人的祖先，你姓王的拜王的，你姓陈的拜陈的，大家互不相往来，是，这样子久了就会产生成群结党，互相斗争，老祖看到这个弊病，就赶快来传这个联合祭祖大典，大家来互相尊敬大家的祖先。你敬我的，我敬你的，我敬大家的，大家敬我的，把整个社会弄成非常的祥和。我们要知道，你做生意，只有做你家那个姓的生意，你一定饿死的啦。你如果你的家的孩子外出，都找你姓的祖先了来照顾他，我们的孩子一定很惨的啦。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人外出工作。都需要各个祖先来照顾他，来当他的贵人。我们做生意也一样哦，我们做生意，我们要跟所有的祖先都跟他结善缘，那你生意才做得大嘛，才做得久嘛，是不是？所以老祖师尊他就创造这个联合祭祖大典。联合祭祖大典有这么多祖先啊，我告诉你，你要请客哈。如果说你结婚啦，你的家人有人结婚啦，或是什么庆典啦。你发通知给他，你说来明天就来，我告诉你，你找100个人，没有2个人会来。所以我们这一次要请他来参加祭祖，就一个月，那个请帖发一个月，一个月前每天都发请帖，某某先生来啦，某某祖灵来啦，一天发一次，总共发31次的请帖。你看
这样子有没有够诚意？好，诚意。而且哦，不但诚意啊，只要哦，你先来，你先来啦。一月一号要记住嘛，你先不要跑到别的地方去玩，你先来，来哦，我们诵经给你听，我们板菜炒给你吃，我们拿财宝给你花，你看。在这里吃一个月呢，吃三餐呢，人家吃一餐就已经不得了了。我们从早上吃，中午吃，晚上再吃，你看，哦，让你吃得饱饱了，又吃三餐，而且那个菜哦，不是随便的呢，那个菜都非常丰盛，而且不是十道呢，十二道，哦，这个是老祖师尊以及我们大家的师父。非常的用心，连续做一个月来招请所有这么多的祖灵，这么多的三界万灵，这么多的战争冤死万灵，不论中国的，不论外国的，所有战争这个啊怨恨的这些诸灵啊，都请他来，我们来化解，来化解啊所有山河西涧呐、三界万灵啊等等你想不到的祖灵啊，想不到的诸灵，都请他来。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法会非常殊胜的地方，是这样子。非常好，就是我们听了圆云法师的开示呢，你有没有更多的心开意解了？赶快哦，因为才刚刚开始没几天而已。如果还没有公设联位，还没有请你家里的这些祖灵或者是一些联位上你想要邀请的呢，赶快来加油了。是是，那每天呢，我们师父都有在中午的时候有公藏王禅老祖教主天威哦，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意义？是，我们啊、早上起坛之后，师父有一个开示，是啊，在开示完就开始诵经，是诵31部经哦、嗯。今天是法会的第五天，是第五天诵什么经？叫做风水真经，风水有风有水，哎，今天哦就下雨呢，今天早上就开始下雨，哦，风水真经啊，当然要有水嘛，你光讲风水真经都没有水，水是一切生命的根源，啊，万生万物没有水一定活不了的，人也一样，人没有水就根本活不了，一个都市。啊，一个这个人居住的地方，如果没有水，没有办法居住，所以要有风有水。我们这个风水也是在祈求，啊，全世界的人类，啊，有饭吃。今天早上哦，老祖师尊跟师父又传了一个法，传什么法呢？就是传那个二次的洗米水，米洗第二次是非常精华的，是把最精华的水来供养。等一下在那个。后面那里啊，就是这坛城的正中间，有195个国家的国旗。我们今天早上，啊，师就加持完之后，啊，由我开始来加持每一个国家。国旗代表他的国家，代表他的净土。我们用二次的洗米水，也就是米的精华，啊，每一个国家都把它加持，求老祖加持，用米的精华供养。而且要念咒语，什么咒语呢？就是啊，祈求啊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五谷丰登，每一个国家都让它啊这样子，你看多好呢！是，不会有水灾，不会有旱灾，不会有虫灾，水太多也没有东西吃，水太少也没有东西吃。你看，风调雨顺是最好的。我们这个法会就是为了全世界的人类，让他有饭吃来举办的这个殊胜的法会。是是，真的很感恩我们的圆义法师哦，啊，可以给我们讲解的这么清楚哦。我相信很多人对我们这一次呢，啊，每一年的每一年的阿弥陀佛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你有更深层的一个体认。尤其是今年很快就接着呢，就是我们的元旦祭祖大典了。联合起来更殊胜了，为的就是要世界和平哦。但是要世界和平之前呢、啊，你看老祖的天威这么大，那师父呢，这31天当中啊，都是亲自来讲经说法的。是，好，我们哈、哦、来恭赞王禅老祖天威，这是应当的，也是有功德力的。今天啊，我们有这么殊胜的法来祈求大家平安，来祈求。5000年来的怨恨、战争所累积的这种仇恨，老祖师尊来化解，
所以我们要来攻占王禅老祖的天威，攻占王禅老祖的天威，一方面给大家做功德，给所有来参加灵界的人一起来攻占他，让他有功德，让他能够解冤释结，让他能够离苦得乐，是这样子的呢。不是老祖需要人家赞呢，你都不要赞叹老祖，老祖一样是大罗金仙， 是佛中佛啊，是仙中仙，仙中之王，佛中之王，王禅老祖就是这样子的，你都不拜他，他还是非常啊至高无上的。是，但是我们来攻占他，我们大家有福气啊，有空下午来一起来参加共修，你就会有福气的啦。是，好的。我们真的哈，也圆印法师也在忙，那我们还有更多呢要来采访的，所以谢谢圆印法师，你开示了这么一段呢，让很多人更了解了，真的谢谢你呀、啊，感恩，祝福你，谢谢，谢谢。阿弥陀佛，大家好，大家好。好，谢谢圆印法师，谢谢。